甜甜可真棒，妈咪，你又想敷衍过去吗？你说过等我把明矾点全部默写出来的，你就告诉我爹地是谁的哟。哎，看来是瞒不住我们甜甜。看，这个就是明矾吧？他在拯救世界，他很忙的。拯救世界？不过我有危险，爹地也会来救我吗？那肯定会呀。哎，我已经五岁了。不是三岁小孩，没那么。根据手表的线索，我们发现六年前的那个女人就在这栋大楼上班，她还为您生了个孩子，接他们回家。别卖那些名牌衣服和包包了，最后的信用卡都是我妈咪帮你还的，这叫自我投资。一边玩去，霞哥，我没钱了，你再给我打4万打我卡上。姐，我上次才帮你还了5万块钱，我们这个季度的水电和房租都还没交呢。你说你找不到工作做我的助理，工资还是从我的律师费里扣的。我是真没钱了，你有时间呢就出去赶紧找份兼职做做。哎呀，可是哎呀，我被家暴的伤还没好。那你就少出去花点钱。我不管，我还要找男人二婚呢。这表怎么在你手上呢？赶紧摘下来，这是甜甜他爸留下唯一的东西。哎呀，赶紧摘下来，这是甜甜他爸留下唯一的东西。哎呀，就一块破表，看你小气的，戴一下会死啊！妈咪，快快快，还是小甜甜的限量版联名蛋糕啊！来了，宝贝，来了。Oh, you're the day, 슬픈말은하지말아요So far away, 아무말도아好好玩姐真好玩小谷起来小兔崽子你知道这个扣子多少钱吗妈咪卖了都买不起乖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啊谁让你安抚还东西呢走你是谁呀、啊、干什么六年前2月13号星辰酒店的女人是不是你那不是你下课夜情的地方吗那男人找上门了这人看着还挺有钱的是哦你别紧张这位是我们龙宇集团的总裁于元琛先生六年之前听说您怀孕了就一直在找您了现在呢想接您和小少爷回家啊对那晚的女人就是我呀这些年我自己一个人带孩子真的是很不容易还好你们找到我这女人娇柔造作自己光鲜亮丽孩子的衣服却又脏又旧社保给我看看啊那这就是那晚你留下的表没错就是您的表这张卡里有1000万，钱归你，孩子归你。不行，孩子还小呢，不能没有妈妈。你呢？跟我还是跟他？我不认识你，我才不会跟你走呢。玉总，
这个年纪的孩子确实不能贸然离开母亲啊。把东西收拾好，我安排人接你们。妈妈，他是谁呀？他是你爸爸。我不认识他，我爸爸是杨。我告诉你，谁有钱，谁就是你爸爸。玉总，这个蛋糕特别受小朋友欢迎，只要188，而且啊，据说味道比米其林厨师做的还好。是吗？既然孩子喜欢，买一个也无妨。好的。应该就在这里呀。我们等一下吧。这是今天最后一个蛋糕了。放手。这位先生，这个蛋糕是我先拿到的。快去结账。叔叔，我已经结账了，这个蛋糕就归我了。开个价吧。为什么？我把钱给你，你把蛋糕让给我。黑黑的小钱包出来了。妈咪，家人加油，我们不能输。10000。妈咪，富贵不能因为我不能去。万。哼，别以为你有钱就能让我和妈咪屈服了，告诉你，绝对不可能。50000。他身上的味道好熟悉。你这个坏蛋，抢我蛋糕，还抢走了我妈咪的初吻。你都这么大了，妈还要处死？哼，你懂什么？我妈咪的初吻每天晚上12点就有。这位抢我蛋糕，还大胆包间亲我妈咪，必须得赔我妈咪精神损失费。100万。我算算应该多少呢？妈咪，根据民法典，这种情况应该赔偿多少呢？宝贝，我们让他原价赔偿蛋糕就可以了，他们没有恶意，我们不能得理不饶人。哎，妈咪，你真是太善良了。你当时把孩子教得不错，治疗。玉总，这指标距离我的可是几百万，我让你拿就拿。拿去。好了。蛋糕没买到，还损失了100万，您真大方。付款还没一个孩子吧？这100万，从你工资里头。啊！怎么了？妈咪，上面好多零呀。100万，不想赔钱就直说，写个100万糊弄我。走。这100万的支票，那女人说扔就扔啊。这女人有趣。姐，你这干嘛去啊？我们去找爸爸。姐，你要回去找那个家暴男啊？孩子他爸叫我们回去了。杨帆他不仅嗜酒赌博还家暴，你回去怕被打死吗？他说他已经改好了，而且现在有钱了，会对我和孩子好的。啊，姐，狗改不了吃屎，你别忘了之前那些伤是怎么来的。你什么意思啊？见不得我好？你是不是觉得我不配过好日子？我是不是就得在这个律所一辈子当你的狗腿子啊？让开，别倒。大爷，你和小果在我们家住了1年了，药费、水电费、生活费、房租等等，
看在你是我妈咪姐妹的份上，我就给你打个9.8折。算下来总共是83,000零57元。啊，你看怎么支付呢？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你诓我的吧？大姨，甜甜是诚实的小朋友，从来不说谎。大意不清的话，可以去查一下流水账呀。林夏哥，你就把孩子养得这么斤斤计较？什么斤斤计较？我这可是持家。钱给你转过去了，尹夏哥，从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妈妈，我们以后不和小姨联系了吗？当然不。为什么？只有尹夏哥彻底离开我们的生活，我们才能高枕无忧，明白吗？走吧。恭迎小少爷、尹小姐回家。给我换鞋。啊！小孩子踩一下能有多疼？叫什么？尹小姐，我带您和小少爷进房间。以后记得叫我夫人。你就是这么严的。严彻，你知道的，我出身低微，刚进豪门，如果不做样子的话，会被人欺负的。去书房反省，近期离孩子远点。必须让孩子尽快接受我这个父亲。另外，抚养权我必须拿到手，他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不能让他毁了孩子。玉总，你要是想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可以找这位律师，他是全城最有名的离婚律师，最擅长的就是争夺孩子的抚养权。是他。李律师，明天见。明天见，李律师，明天见。李佳哥，你帮那个贱蹄子分走我的财产，还帮他抢走我的儿子，我看你是不要命了。这位先生，您常年殴打您的妻子跟孩子，保留您探望孩子的权利已经是仁至义尽了。老子打儿子天经地义，你凭什么帮那个贱人抢走我的儿子？根据民法典第1084条，在离婚后孩子一满8周岁的情况下，应尊重孩子的真实意愿，是孩子想要离开。况且他们母子二人都已达到轻伤二级，我不仅能让你失去孩子，更能让你失去自由。你个黑心律师，我才不管那么多呢！你今天要是不把儿子还给我，我跟你没完！恐吓我没有用，作为一名律师，我保证的不仅仅是我当事人的权益，更是法律的尊严和权威。我劝你冷静一点，否则我就报警处理。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我是让你尝尝这硫酸的滋味。小贱人，别狱卒的男人是不是就有用了？我他妈弄死那是，把他带走。放100万，刚刚真是谢谢你。什么100万？给剧本恩人起外号确实不太好。你好，我叫尹夏哥，方便告诉我你的名字吗？龙宇集团，于远臣。听说你离婚争夺抚养权的官司胜诉率100%。错缴还没输过，你想要离婚？没结婚，我只想单独养孩子。竟然要去母留子，连婚都不结，豪门总裁果然无情。孩子多大了呢？5岁。对一满2周岁的孩子，如果想要争夺抚养权的话，需要满足一些条件，比如已经绝育，或者因为某些原因丧失了生育能力。您不满足吧？不满足。那这个官司我打得了。渣男，我才不帮你打官司。年薪千万。年薪千万？玉总，您打的官司手笔也太大了。只要你能帮我赢下这场官司，你就是龙宇集团专属分红。不仅如此，我的保镖也会给你保驾护航了。
像刚才的硫酸事件也不会再发生，你也不想你的孩子那样的情况。说的也对。好，怎么样？第一件事，陪我去见你的孩子。玉总，我女儿不太舒服，要不……韩小姐。玉总，您对尹律师的宽容度很高啊，难道是对尹律师心动啊？不要揣度我的想法，跟了你这么多年还不了解你。宝贝，你乖乖在这坐一会儿，等妈妈回来啊。尹家哥，第一天上班就带孩子，公司是工作的地方，不是让你来带娃的。不好意思啊，谢主任，家里实在没人照顾，我也是没有办法。那就好好当你的宝妈，当什么律师？宝妈怎么了？你这话说的就过分了吧？宝妈就不能工作了吗？我从生孩子到现在就没有因为一点私事耽误过工作。过分？我是法律部主任，我是你的顶头上司。他的顶头上司是我，官威不小啊。都是误会，玉总，我是挺喜欢小朋友的，我是跟他玩的。哎，小朋友，给你个玩具玩吧。不用了，谢主任，我女儿对金属过敏，碰不了。好巧啊，玉总也对金属过敏。过两天，我打算以孩子的名义举办一场私生拍卖会，在拍卖会上宣布孩子继承人的身份，到时候拍卖会的法务全都交给你。好。哦，对了，明天陪我去给孩子买些礼物，见见孩子。好的。奇怪，看这孩子身影，我怎么这么心疼啊？周特助，我们公司缺一个医务室跟儿童医生。好，我这就去办。岳总，孩子应该在楼上，您稍等，我去叫小帅下。有钱人房子真大。不好意思，玉总，没有见到小少爷，可能是出去玩了。嗯，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先走了。等一下，选一个。啊？就当是我送给员工孩子的见面礼吧。那我就替甜甜谢谢您。不客气。宝贝。妈咪，甜甜留给我的手链不见了。你别急，你别急，妈妈帮你找啊。已经是捡带走了。好的好的，我马上去。怎么关机了呢？什么事儿那么急啊？孩子他爸留下的手表弄丢了，找不到。表。作为律师，我送你一块吧。无功不受禄。明天陪我参加宴会，我让人送你一套迪奈尔的正版礼服。总裁，我们穷人呢不讲究这个，衣服干净整洁就行。随你。妈咪，这些都是送给总裁叔叔孩子的礼物吗？有限量版的芭比娃娃吗？总裁叔叔呢一会儿就过来，妈咪帮你问问看能不能分我们甜甜一个。妈咪，那里有好大的蛋糕。哟，银夏哥，这不是我们当年的贫困生吗？怎么混进拍卖会来了？还穿正装，勾引男人啊！这现在长得越来越漂亮了。你的猪蹄离我妈妈远点。小屁孩，你懂个屁啊！你妈妈来这里就是为了傍大款。那傍谁不是傍呢？谁叫你没有爹呢？嗯？走开！你们怎么回事？老婆。这个女人勾引我，勾引不成还让她女儿打我。狐妹子敢勾引我老公。徐丽，明明是你先骚扰我的，现在还倒打一耙。你们想清楚，你们现在在污蔑一名律师。
我老公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不过了，能看得上你？你这个女人想傍大款不成，现在还仙人跳、敲诈勒索，我今天就要曝光你这个勾引别人老公的贱人，看看以后哪个男人还敢找你！大家都给我拿起手机一起拍，看看这个女人有多不要脸！我要拍我妈咪！哎，干嘛呀你？你干嘛？你放开他！你这么穷，怕是没吃过蛋糕吧？啊！天天，放开他！你自身都难保，就别管这个野种！世界，如果我有危险，爹爹也会来救我吗？那肯定会呀、啊。我的人你也敢动？你谁呀、啊、你？快来放开我们！否则有你好果子吃！把所有闹事的人全都赶出去，列入龙宇集团黑名单。你以为你是谁？凭什么赶我们走？你，我可是要姓韩的，我给不了你好果子吃！瞎了你们的狗眼，得罪了龙宇集团总裁玉总，还敢在这赖着不走？什么？他是玉总？玉总，对不起，我不是他，求您放我一马吧，玉总，拖出去，让徐家破产。谢谢玉总叔叔救了我和妈咪，难道你就是我的蜘蛛侠吗？妈咪说蜘蛛侠就是我的爸爸。宝贝，玉总是钢铁侠，他也有超能力，但是谁钞票不钞？如果你穿了我送你的礼服，绝不会被人瞧不起了。啊，严律师，这是玉总为你们准备的亲子礼服。亲子礼服有我的份吗？当然。谢谢玉总叔叔。妈咪叔叔，快带我去换衣服呀。走吧。只要玉总今晚宣布你就是他儿子，我们就是名正言顺的好人了。先去换吧，好好叫我。妈咪，玉总对你这么好，肯定喜欢你。宝贝，玉总对妈咪好，是因为妈咪是他的法律顾问。姐，你怎么在这儿呢？小果他爸爸有钱，我在这儿不是很正常吗？姐，家暴只有零四跟吴淑琪，你跟我走。一家哥，你是不是就盼着我被打呀？我告诉你，我现在要钱有钱，要男人有男人，比你这种单身带孩子的强多了。滚开！李琪琪，妈咪，她机会不漂亮，我们还要穿漂亮衣服呢。走。玉总，这是慈善拍卖的捐赠协议，请您和尹律师过目。想不起是某年某天，你闯进视线，一个人画圈圈，一个人。非常感谢各位世家名流和媒体能够在百忙之中参加今天的慈善拍卖会，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国宝级的书画、千年难遇的血钻，还有全球最大的庄园，拍品总价值超过100亿，拍卖所得将全部捐赠给贫困地区的儿童。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次拍卖会的发起人，也是我们的慈善之王玉延琛玉总上台致辞，掌声欢迎。今晚的拍卖会确实由我发起，但今晚所有的善款都将以我儿子的名义捐献，我希望他在善意中长大，未来继承我所有的财富与荣耀。
有请玉家小少爷上台。人呢？不知道啊，这是不是出什么意外了？不好了，不好了，易总，小少爷从楼梯上摔下去了。拍卖会取消。凌晨，你终于来了，叫过他。好端端的，怎么会摔倒？以下哥是玉景城的法律顾问，绝不能让他发现我顶替岳家的身份，不然我的好梦梦就毁了。妈妈。阿瑟，你别怪妈妈，这个拍卖会不能去。他第一次来这种场面，太紧张了。你给我滚出去！要不是你，我妈妈才不会。小孩子闹脾气，你别介意啊。玉总，您叫我来这种地方干嘛？抚养权的案子进行怎么样了？玉总，您为什么一定要争夺抚养权呢？父母双全，孩子才能幸福。他根本照顾不好孩子，所以摔在草原。哎，玉总，你别……对不起，对不起，玉总，我不是故意的，你这……竟然是你！我什么？你，他如果知道我是那晚的女人，一定会夺走甜甜的。说话。竟然是你，老板，你多久没有洗澡？我天天洗澡。你在哪儿呢？非得不是，非得不是。哎，你，以后在我面前。把头放下来。什么？以后这样，以后那样。你只是把我当成你的老板。不然呢？希望能把他们笑容那不懂我三个满封闭笑容那这样的。玉总，需要给你科普一下性骚扰的法律知识吗？算了，我怎么这么气。快点看医生，于总，玉家几代人都对金属过敏，小果不对金属过敏。啊，小果这孩子比较像我，大概率是遗传的我的基因。遗传的你，我看也是。去祠堂跪着。从小就跟你说，别碰金属，别碰金属。怎么就说听话？我给你热了杯奶，睡前喝一杯。我不喝，拿走。你去上手不想闹事。燕琛，我是你孩子的母亲，我是你的女人。把心思放到孩子身上。教育孩子才是你该做的事，听懂了吗？我会好好教育孩子呀，但是父母的感情也很重要。你一身酒气，我去给你放洗澡水，一会儿我好好伺候伺候。出去，没有我的允许，不准来我房间。元真肯定是对尹夏哥有意思，看来这个猪妹妹我一定要除掉了。喂，是夏哥吗？之前是姐姐有点偏激了，姐姐现在想明白了，你都是为了姐姐好。我们有空见一面吧。夏哥，这是我给你和孩子准备的礼物，你放心，我有钱了也不会忘了你和甜甜的。
我得天天谢谢你。不过有钱还是攒起来比较好。这有什么的？这段日子我一直都惦记着你和甜甜呢。但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好面子，也拉不下脸来跟你道歉。没事的，你能想清楚就最好。哎，甜甜到年龄上学了吧？嗯，但是甜甜好像还没落户，应该是上不了学的。夏哥，要不你找个男人结婚吧？婚啊？我暂时没有这个打算，但是孩子的事情耽误不得呀，得想想办法。哎，对了，要不你带着甜甜回老家落户吧？这老家虽然没有杭城发展好，但咱们当妈的也不能只顾着自己啊，孩子更重要。这卡里有50万，就当是姐给你回家的赞助。我会好好考虑的，但这钱我不能要你。好的，玉总，我马上到。姐，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好。米夏哥，就让我替你好好享受豪门夫人的生活吧。妈咪，你回来啦。送你的蛋糕，小蛋糕，我喜欢呢。甜甜，你想不想上学呀？想。妈咪，我可以上学了吗？当然可以。哦，今天是个好日子，吉祥的事都能成。小蛋糕好漂亮呀。嗯，玉总，文件。吃什么？哦，不好意思啊，玉总，是尹律师做的面包太香了，我实在是忍不住就。尹律师做的面包？是啊，尹律师还真是客气，说是要感谢我这一段时间对他的照顾。公司那么多人，偏偏感谢你啊？啊，没有没有没有，其他同事也有的。那我的呢？玉总，你不是不爱吃面包啊、甜食这类东西吗？玉总，您是总裁，怎么和我们能一样呢？叶律师啊，肯定给你准备了最特别的。出去。玉总，这是我最新修订的美丽文件，您过目。没什么事，我先去忙了。太好了。你是不是忘了什么重要的事？啊，想起来了。哎，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对，我修订了电子版的，我发你了。你现在看看邮箱。出去，出去。就没有。保留文件放桌上，我待会儿看。出去把门关上。给我的。对，感谢玉总这段时间对我的栽培。怎么跟周特助不一样？这个呀，是甜甜跟我一起做的。甜甜说要把对玉总叔叔的感谢揉进面里，揉了好久呢。要不您先尝尝味道。还不错。你喜欢就好。顺便把这个文件也签了吧。辞职？为什么？甜甜她还没有落户，她该上学了，我打算带她回老家上学。我不知道。玉总，孩子的事是不能耽误的。这样，
我给您介绍其他很优秀的离婚。待会儿，待会儿。什么事这么着急啊？让我在这站着等吧，外公真的不动，反正都要辞职，要不我试试看总裁的椅子。啊，总裁的椅子就是舒服。行，我不该坐您的椅子。我告诉你吧，好像也没有，您人真是怪好的呢。看看这个，诺顿国际幼儿园录取通知书。嗯，甜甜学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你可以带着她直接办入学。您刚才走了那么久，就是给甜甜去拿这个？没有，凑巧有事路过一趟。但是我听说这个幼儿园一年的学费要上百万。我诺顿幼儿园是龙宇旗下的产业，甜甜的学费已经全额减免。真的吗？那谢谢易总。还辞职？不辞职，我要给易总当牛做马。燕琛，你放心，小果肯定会好好上学的。小果，在幼儿园好好表现，把以前的坏习惯都改掉，行了吗？小果，快回答爸爸。嗯嗯，好吧。妈咪，我要好好学习，成为最优秀的小朋友，和世界上所有的家长都羡慕妈咪。这孩子上个学这么开心。我先走了。好。乖。听话。曼姐。大姨。姐，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大姨，你不认识字吗？这是幼儿园，我当然是来上学的啦。这里的学费上百万，你们怎么可能上得起？新公司人性化，是老板亲自安排甜甜来这上学的。啊，那你们老板人挺好的。是啊，以后两个孩子呢，互相有个照应，我就放心多了。来，甜甜，背上书包，快去跟小果去上学吧。嗯，我才不要跟穷鬼做朋友呢。哎，啊，小孩子心性不定，就爱瞎说。明天不生气啊。大姨没事了，我也是做了好久的思想准备，才决定拉小果那只爱抠鼻屎的手。这下也好，免得我又去洗手了。妈咪再见。嗯，拜拜。姐，那我先走了。啊，好。一下哥，你怎么阴魂不散的？别玩了，快过来把作业做了。别玩了，那个瓶子里死掉的老鼠怎么回事？学校里养的，今天轮到我照顾这小东西，今天一碰就死了，挺好玩。真不愧是你爸的种，天生的虐待狂是吧？要是被玉霞发现，咱俩都得完蛋。完蛋什么？啊，我说他要是不好好学习啊，以后肯定会完蛋的。作业写错。哎，不用了，燕琛，这点小事儿我来就好。罢了，明天校董会。我直接去学校看看，好好照顾他。嗯。咱们两个现在是在走钢丝，你给我老实安分点。你要是毁我豪门梦，别怪我不留情面。妈妈，你放开我，我现在就丢。丢掉，倒也不用。去把他放进监狱书包。
甜甜，你给我过来！尹甜甜，看看班里头就你家最穷就算了，你还虐待动物，简直令人发指。这个瓶子不是我的。不是你的？我刚刚可是从书包里翻出来的，你说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你有证据吗？杨老师，举证责任在哪？应该是你来证明这个瓶子是我的，而不是我来证明这个瓶子不是我的。说的什么呀，上梁不正下梁歪，难怪呀会做出这样的举动，一切都是穷鬼的基因在作祟。杨老师，虽然我还小，但是学过不少法律知识，你这是恶意诽谤。五岁小孩连字儿都认不全，还法律知识，你怎么不跟我说你会背民法典呀？我确实会呀。还敢跟我顶嘴？我没错，你凭什么打我？还不承认是吧？看来是打得不够狠啊。住手！看来是打得不够狠啊。住手！叔叔，疼不疼？本来很疼的，叔叔在就不疼了。这怎么回事啊？主任，你来了正好，这尹甜甜把我们班里养的小仓鼠虐待致死，你看这么小的孩子就这么可怕。那我们班上这都是一群小金珠子，要是被他带坏了，那可就不好。所以我建议啊，今天就给他开除。杨老师，身正不怕影子斜，我从来都没有做过这件事。主任，你看这么小的孩子，冠冕堂皇的说出这种话，我分明是从他书包里翻出来的这个仓鼠。事实如何，查监控就知道了。不必查监控，主任。其实班里头很多同学的家长都不愿意甜甜这个乡巴佬出身的进咱们学校，他带坏他们孩子，所以我认为不如就趁这次机会给他开除了，否则我们以后也很难办。尹甜甜，我告诉你啊，我们学校是不接受这种品行不正的学生的，你快联系你的家长过来办理退学手续，走吧。姑且不谈事实真相如何，学校是教授育人的地方，校风更是有教无类，你们就是这么教学生？这是我们学校自己内部的事儿，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插嘴，你别多管闲事了啊。我就是他家长。你就是这个穷鬼的父亲。你就是这个穷鬼的父亲。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嚣张什么呀，那既然你是他父亲那更好了，识相点，从这儿出去立马带他去办退学手续，要不然我上报校董会，把他虐待动物的事儿通报批评，到时候让大家都看看他是个什么德行，我看看以后还有谁敢要他。你没有机会了。开除教师杨维拉，并对他进行依法起诉。身为教师品行不端，侮辱学生及学生家长，还甚至殴打学生。笑死我了，你以为你谁呀？一个穷鬼说开除我就开除我。喂，小杂种，我现在都开始同情你了，不仅你是从鸡窝里长出来的，你爸脑子有毛病。哎，也不知道呀，你妈睡了多少人才给你睡出来这么一张录取通知书。咱们师生一场，老师送你一句话，凑不上来的阶级啊，不要硬凑。诺顿幼儿园不是你们这等穷鬼能上的。那我也送你一句话，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哼，你不是说要开除我吗？怎么半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呢？行了行了啊，赶紧通知保安给他们俩拉走吧。保安干什么呢？校长，校长你怎么来了？我打你个有眼无珠的东西。校长，你打我干什么？我打的就是你，从现在开始你被开除了。为什么呀校长？你敢得罪龙翼集团的玉总，还敢问我为什么？你难道不知道学校是被龙翼集团控股的吗？玉总，对不起，玉总，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得罪了你，玉总求求你不要开除我，我好不容易才考进诺顿学院，我们全家人都指望这份工作，玉总求求你不要开除。世上可没有。玉总，对不起，
身为学校的教导主任，出了这么大的事，我难辞其咎啊！我会主动辞职，发布通告，还甜甜一个清白。走吧。玉总，不要开除我，玉总。对不起，玉总，我会努力提高学校教师的门槛。调查清楚，是谁杀死了仓鼠？是。叔叔跟你说，以后遇到麻烦，给叔叔打电话，听到了吗？真乖，叔叔先走了。小果，仓鼠是你弄死的对吧？我们的书包一样，你是不是要换我们的书包？是要怎么样？昨天死的应该是你，我去告诉校长。别做梦了，我爸在校董会，没人敢开除我。甜甜，你回来了。嗯，妈咪，我回来了，我先去房间做作业了。你腿怎么受伤了？妈咪，你别担心，这是我不小心自己摔倒的。上个药。摔倒摔成这样，我才不信呢。告诉妈咪，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妈咪，你别生气，他爸爸是校董会的。虽然他换了我们的书包，但是，哎呀，妈咪你别问了。你放心，妈咪肯定给你讨回公道。人呢？怎么都不见了？刚开完会。哎，你这个球杆好像是我的吧？啊。一时间没找到别的武器。不是，你拿我球杆当武器啊？这不是孩子嘛，在学校被欺负了，打死也不肯说是谁干的，就说是什么校董会成员的孩子调换了他的书包。小果和甜甜的书包都是我送的，我去调查一下。哎，好一路咳嗽啊！这怎么一股酒味呢？他就是酒。你们有钱人开会喝酒啊？所谓的校友会吧，就是一群同样阶级的人在一块聊天，没谈什么正事儿。哎，我是没想到你们有权有势的人开的学校也能这么黑暗。早知道就不让甜甜来了。你都不知道甜甜有多懂事，她的小腿上都是血，也不肯告诉我是谁欺负了她。哎，没权没势的人就活该被欺负吗？我的孩子也是我的心头肉，你不知道我看见他让我有多心疼。你这点酒量，以后别喝酒了。什么酒？我就喝过啤酒。这什么酒劲就这么大？啊！原来阶级的参差就是这么的明显。玉总，谢谢你把甜甜放到这么好的学校。但是我不会让他人人欺负，我会给他办理退学的。放心吧，我会处理。男人的嘴，骗人的鬼，说不准。你大哥，不是你，我也不会生孩子。宁夏哥，你又把我当成那个前夫了？他就那么好啊？你说你。要是没有结婚多好，我跟孩子就不会过得这么苦了。他还结婚了，李佳哥，你把眼睛擦亮，你好好看清楚，我跟那个男人到底谁更好？那是当然是。哎，李佳哥，你真是给我吓哭了。玉总，情况情况怎么样？这，说，玉总。我不好说呀，要不您看了监控视频再评判吧。玉总，这要怎么处置？给我过来！栽赃同学，虐待动物，还有什么事你不敢做的？过来，给我过来，过来！你别拦着。我讨厌你，你根本不是我爸爸。是什么？
怎么了？他刚说我不是他爸爸，什么意思？严琛，你对孩子太严格了，孩子可能有点叛逆。再不严格，他就要去山里放火了。小五干什么了？让你这么大动肝火的？小少爷在学校虐待动物，陷害同学。不叫你不听话，叫你不听话，谁让你这么干的？刚刚同学，我就是这么教你的。谁没是你？什么？还敢撒谎？还敢撒谎？够了！凌晨，小伙还小，我一定会好好监督，让他改好的。好好监督，这就是你监督出来的成果啊！小伙他年纪小，贪玩嘛。人都说贪玩的孩子才聪明。再放过他，这辈子就毁了。他会变成这样，还不是因为你？你不疼他，他从小就缺父爱。玉谷卓不成器，我会把他安排到普通的幼儿园，让他跟普通的小朋友一块上学。还有你，你的银行卡我也会冻结，免得你再惩罚。不行啊，凌晨，我一定会好好教小虎，他一定会改的。但孩子不能穷啊！放手，凌晨，凌晨，夫人，孩子。教育为重啊！有你就下来，是不是？给我滚！就知道哭，连小事都办不好。于总，子女的抚养协议已经拟定好了。甜甜学校的事我已经解决了，你放心送她去上学。解决了，谢谢于总，我一定好好工作报答您。这么真实，还是把我当外人。好好工作是你该做的。至于该怎么谢我，回去好好想想。好，那我回去好好想想该怎么感谢你。你来到公司，双方共同将孩子抚养到八岁，八岁之后遵从孩子意愿。对，无论将来孩子选择谁，你每年都会拿到一千。严琛，就不能我们一起把孩子抚养长大吗？好，我同意。对了，严律师呢？让他来做个见证。好，严律师在处理海外销售部的案子，马上过来。对了，严律师呢？让他来做个见证。严律师在处理海外销售部的案子，马上过来。不行，严晨，如果我们注定要分开的话，还是不要那么多人见过我比较好，你觉得呢？严律师，不好意思啊，你暂时不需要过来了。好，那我就不过去了。玉言真，你别以为这样就能甩掉我，我一定要在小果八岁前和你坐实关系。怎么是你？夫人，你怎么在这里？玉总吩咐了，您不得私自进入书房和他的卧室。我不能进，你就能进是吧？你个狗奴子还想管到主子头上了是吧？玉总要出差，我是来帮他收拾行李的。什么？出差？事不宜迟，我不能再拖下去了，我要跟着过去，免得被尹侠客夺得先机。甜甜，这个真字里面呢有三个横，你要写清楚一点哦。妈咪，这个对我来说太简单了，这个作业我早就会了。嗯，没事。玉总，收拾好行李出差，还是得分公司处事了。好。甜甜，带上。这催情香氛可是我特意让人从国外带过来的，就是柳下惠也抵不住。玉言真啊，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你怎么在这儿？出去吧。严琛，我知道这些年你都没有接触过女人，一定忍得很辛苦吧。
在我这儿，你可以做自己。趁我还没有醒之前，识相点，滚出去。元辰，你就这么看不上我吗？我们六年前都已经发生过关系了，我现在都不介意，你介意什么？我让你滚。妈咪，嗯，快再讲今天你给我读的那个故事。最后公主和王子在一起了吗？他们当然在一起了。那妈咪的王子什么时候到呀？妈咪不需要王子，妈咪要做自己的女王。妈咪做女王好辛苦的，如果爹爹在，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我好多同学的妈咪都变公主了。甜甜啊，妈咪跟你讲，就算爹地在，妈咪也会好好工作的。为了自己的事业去努力，不依附于他人，是很值得骄傲的事情。宝贝，妈咪要去工作，你自己读会儿书就睡觉好不好？你这屋香味好浓啊。关姐，不用麻烦了，还挺好闻的。一来就开始工作。那不然呢？要先闲聊一会儿吗？如果你想的话，我可以勉为其难陪你聊聊。我只想早点下班。你有没有觉得这房间好热呀？有点。我去看看空调。没穿衣服，要不你先下床去。昨晚我都不许说。甜甜怎么来了？怎么办？藏起来，藏起来。藏哪儿啊？窗帘。甜甜，你怎么来了？我妈咪呢？啊，你妈咪她处理阿子去了。不可能，我妈咪的行程我都知道。昨晚工作太晚了，你妈咪帮你带走了。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怎么闻到妈咪的味道了？甜甜，这个甜甜，妈咪这是在完蛋了，我和妈咪躲猫猫被发现了。天哪，我竟然被发现了，亏我躲了这么久。抓到你了，你输了。对，我们不玩躲猫猫了。肚子饿了吧？我们去吃饭。
还好我是高情深小宝贝，不然妈妈就尴尬死了。先生，您看一下菜单。杨太太，刚才想吃什么？我想吃biang biang面。biang biang面，那是什么？叔叔，你竟然不知道这么好吃的面吗？不知道。嗯，玉总这种富豪家庭，肯定不知道咱们平常吃的食物。来三碗biang biang面。抱歉，先生，我们这里没有biang biang面。全球限量至尊黑卡，这位可以用了吗？可以，可以。这三碗面是我们特意为您制作的，里面有帝王蟹腿肉、蓝龙肉、A5 级牛肉等，请三位慢用。好吃吗？下次如果再想吃的话，给叔叔打电话。嗯，谢主任，你找我。听说你和玉总去海市出差，事情很顺利吧？嗯，还挺顺利的。出了不少风头啊，银霞哥。一个刚入职的律师晋升这么快，一定是用了不少入流的手段吧？谢主任，同为律师，您应该知道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好大的胆！要你教训我了吗？谢主任，您入职太久，忘记法律条文属于正常，需要给你科普一下诽谤的相关知识吗？你放肆！住手！你们看谁敢动他？李总，谢主任这是职场霸凌吗？没有没有，我只是吓唬吓唬他而已。都怪我，都怪我，对不起，一人事，说你一遍，说我一遍。同为律师，希望你可以谨言慎行。哎，尹律师说的是。有事儿。谢主任是吧？我是玉总孩子的母亲。啊，玉夫人啊，哎，你找我有什么事？听说最近公司里有人勾引您，是啊。叫什么夏哥的？哦，对对对，他就是个狐狸精，专门勾引人。帮我解决他。是，恐怕是有点难吧。玉总最近护得紧。我是正事，我护着你，你怕什么？是是。你想想，他现在这么一直抢你风头，你这个主任的位置能做多久？如果把他弄走了，我再跟云芝说说你的好处，到时候升职加薪就是顺理成章的。我考虑考虑吧。想好了，答复我。我们可以把新旧法的对比放出来。玉总，我是说错什么了吗？把空调关了。回去继续。玉总，我们这个月的目标已经全额都完成了，你看下个月怎么安排？玉总，下个月的任务我们会全力以赴达成的。好，那今天会议先到这儿吧，散会。叶律师，太冷了，雪就给你买条毯子。谢谢玉总，不用了。都要为他关空调了。还要给他买毯子，看来玉夫人所言非虚。喂，玉夫人，我们找个时间谈一下吧。老夫人，原来玉总有个孩子，都已经5岁了。这臭小子，这么大个事儿竟然瞒着我，我得去找他算账去。是。奶奶，你没事吧？要不要让我打电话给家里人？我金属过敏。嗯，我也对金属过敏，我有办法。
奶奶，这个药很温和的，小孩吃都没事，你吃肯定也没事。奶奶，我带您去我妈咪的办公室休息会儿。走吧。奶奶，这是我妈咪的位置，你坐她的位置缓一缓，我去给你倒杯水。好，谢谢你啊。你夏哥把你这个死小孩带在公司上班就算了，还给我带了个死老太婆，公司不是养老院，也不是多少桶。这位叔叔，你一个大人怎么可以这么没素质？这位奶奶只是在公司缓一缓。这是公司，不是你家。赶紧带着这个死老太婆给我滚出去。就是一股老人味儿，影响我工作。公司是用来办公的，不是什么收容所啊。就是这小孩也真是烦人。我说啊，就应该被尹夏哥一起赶出去，不是老的就是小的。你们心里难道没有一点善念吗？老师说过我们要助人为乐，这位奶奶只是身体不舒服，我带她上来缓一缓，你们怎么可以这么说她？说是怎么了？你是公司的什么人啊？赶紧回你的幼稚园上学去吧。哎呀，赶紧开窗通风吧，这老太婆怎么一股尿骚味，不会大小便失禁了吧？狱警抻着小子怎么招的人，公司里一群牛鬼蛇神。你们这群坏蛋怎么可以对老奶奶说出这样子的话？小屁孩，你懂个屁，赶紧带着这个死老太婆给我滚出去，要不然我立马叫保安把你们轰出去。你们这群坏蛋，我要让总裁叔叔投诉你。找玉总投诉啊？人家玉总可是有孩子有夫人的人，你妈就是一个狐狸精，破坏别人的家庭。你胡说，我妈咪才不是狐狸精，我妈咪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你妈不是狐狸精，那你说你爸是谁？我说不出来了吧？你妈就是狐狸精，你就是天生的贱种。你这个坏蛋，不许你污蔑我妈咪。甜甜，甜甜快起来，没事了吧？谢主任，你怎么能对一孩子这样的？看看你女儿干的好事，把一个死老太婆带到公司，你让别人怎么办公？妈咪，这位奶奶过敏，身体不舒服，我才把她带回办公室的。我错了吗？宝贝，你做的没错，你做的很棒。谢主任，我们作为大人，应该教小孩怎么帮助老人家，而不是对一个小孩和老人家这么刻薄。哼，李律师。我刻薄？你要是喜欢老人和小孩的话，你就辞职去农村当义工啊，里面都是老人和孩子，尿骚味儿和老人味儿，我让你闻个够。把嘴巴放干净点。你有什么资格要求我？尹律师，什么阿猫阿狗你都往公司里给我带，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谢主任，跟他废什么话，直接把他们丢出去得了。就是也好，把这个女的跟着一老一小给我扔出去。住手，有我在，我看谁敢再欺负他们母子俩。不是吧，这老太婆难道有什么来路吗？哦，我刚看出来，这布料竟然还是精心熬的。死老婆子，你不是捡垃圾的吗？居然还能捡到这么好的料子。穷人穿什么都是穷酸味，一股穷酸样。你们有完没完，这么多人欺负一个老人家，不怕遭报应吗？报应？尹律师，我们在座的各位谁不是名牌大学出来的高材生啊？就你受玉总青睐，就因为你最会爬床吗？你就不怕报应吗？我刚刚就已经开始录音了，你们可以继续造谣我，我们法院见。孩子不错，会自己保护自己，不过有我在这里，谁也不可能再骂你一句。你算什么东西，还敢在这儿跟我放狠话？我告诉你一下哥，这件事我跟你没完，大家都看见了吧，是尹夏哥先出手杀人的。你以为我会怕你？这里到处都是监控，我不会是正当防卫吧？哼，尹夏哥，正当防卫，我告诉你，这件事没有500万我跟你没完。谢主任，你还真是狮子大张口啊，我劝你抓紧去看看脑子吧，挂个精神科，
作为你的下属，我很担心你的精神状况。够了，银霞哥，少在这儿给我胡说八道，我没工夫在这儿给你浪费口舌啊！保安，把这两个人给我丢出去。住手！好大的胆子，玉老夫人，你没敢动。龙宇集团的法律部已经乱成这样了吗？奶奶，你别生气。你们俩，滚去接公司走人。玉总，你说这老太太是你奶奶？竟敢对玉老夫人出言不逊，我看你是活腻了。玉总，我知道错了。身为主任，担当不起主任的职责，反倒端起上位者的架子。玉老太太，我错了，我真不该以大欺小，以直压人。我错了，我该罚。你们该道歉的人不是我，是他们。求求你放过我这一回吧！我上有老，下有小，还有烦碎的小孩，我家里不能没有这个工作呀！我以为你孤家寡人呢，没想到家里也有老人跟小孩呀！我知道错了，小哥，我真知道错了。姑姑，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我们还是不要跟他计较了。我们公司以人为本，龙宇集团绝不允许有魏强欺弱的人存在。看在孩子的面子上，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所有人。停薪留职。谢谢老夫人，谢谢叶律师，谢谢小朋友。滚！是。刚刚多亏了你们啊！举手之劳，不用放在心上的。这孩子也对金属过敏吗？对，金属过敏的人群可稀少啊！难不成这孩子就是我曾孙？看这五官，越看越像严晨小时候。奶奶，您别乱认，甜甜不是我孩子。是吗？那我可看他很亲切啊。哎，玉老夫人，您这是干什么？这使不得，使不得。拿着，不止你，甜甜也有。拿着吧，奶奶决定的事，谁都拦不住。孩子，别觉得有负担，这是我的一点心意。那就谢谢您了。谢谢太奶奶。奶奶。那两件首饰曾被人高价收购，你一口回绝了，这次怎么收回就可以啊？且不说他们母子帮助过我，就凭甜甜长得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我也要给他们。一模一样？对，眉眼鼻子都一样，我都有些恍惚了。只可惜呀，不是我的真曾孙。你小子有了孩子为什么不告诉我？把地址给我，我要去看看他。这怎么乱糟糟的？说，刘管家受不了夫人和小少爷辞职了，保姆们也跟着刘管家辞职，新来的干不了一周也辞职了，玉总也很久没来这里了。下去吧。新来的保姆是吧？赶紧做饭去，我饿死了。哦，对了，等会儿别墅要全面大扫除一遍，麻利点，别以为你是个老人就能倚老卖老。你在跟我说话吗？我不跟你说话，我跟鬼说话呢。赶紧去啊！新来的保姆怎么比刘管家还要老？将就着吧。你还木着干什么呢？去啊！你放肆！谁叫你这么敢叫？奶奶，玉老夫人。玉老夫人怎么会都哭成这样？严晨，你开玩笑呢吧？你觉得？奶奶，对不起，是我和小果把您认错了，我把您当成保姆，真是不好意思。小果，快起来，跟太奶奶道歉。对不起。保姆就可以这样对待吗？啊，我们平时对下人都还挺好的，今天是肚子饿了。你知道，人一旦肚子饿，就会脾气不好。低血糖，您能理解的对吧？对下人挺好的。哼，我可都听说了，刘管家和其他下人都被你们气走了，新招来的保姆待不了一周。你让我老糊涂了吗？老夫人，是小果不好，但你也知道这个年纪的孩子是狗都嫌。小果，快跪下给你太娘道歉。快！哼，我才不要道歉呢，老太婆愁死了。哎，小果。我不喜欢他们，一点都比不上在公司遇到的那对母子。严晨，我错了。你好好反省吧。
医生，取小骨和甜甜的头发，和我做 DNA 检测。还有，任何人都不能动。是。谢主任，考虑的怎么样了？这恐怕是有点难吧。我最近都夹着尾巴做人了，还怎么对尹夏哥下手？这张卡里有500，只是定金。是。你是不是傻呀？暗地里使绊子不会？会。安妮儿，下个月就是我们公司和一诺公司合作的10年，这个时间点十分重要。可是我们会说日语的律师已经离职了，这个任务只好交给我们的金牌律师尹律师来负责。我，尹律师，我们法律部就你的外语天赋最厉害，精通德语、俄语、法语。但是我不会日语。哎，尹律师，以你的外语天赋，一个月学成日语应该不是问题吧？杨某啊，谢主任，这是好招。这个干好了理所当然，干不好罪过可就大了。尹律师，你觉得如何？如果为难感觉自己不行的话，那我也只好上报给于总喽。那我来负责吧。他疯了。就是。为了集团的利益，希望大家可以齐心协力，共同合作，拿下这次重要的任务。刘姐，您经验比较多，要不您帮我看看这个方案。夏哥，我现在手头正忙，你要不然找小李。我这也没时间呀。小张，你别看我啊，我手头上一堆案件还没忙完呢。那你们忙吧，我先走了。时间那么赶，这就是我。于夫人，尹律师接手的这次案子非常重，而且非常的棘手，办公室没人愿意帮他。很好。这次如果搞砸的话，就算是玉总也救不了他。到时候我要亲眼看着一下哥是怎么倒。叔叔。玉总，这么晚了您还不下班吗？您不是不加班的吗？最近工作太多了，咱们一块吃点夜宵，饿不饿？叔叔，这是特意给我们点的吗？没有，叔叔一个人点多了不吃不了，咱们一块吃。真的是这样子的吗？当然了。哦，对了，我让周特助帮我买一个墨镜，但他却给我买成了什么三眼镜，我留着也没用，你要不要送我？叔叔，你想送我妈咪礼物就直说，不用这么拙劣的借口吧。既然不想要的话，那我就扔了。哎呀，顾总，您真是雪中送炭呢。叔叔，你想追我妈咪的话，不能这么嘴硬的。说什么？孩子，我给你看看我妈咪平常最爱看的霸总小说，你找找名单。什么东西？我怎么会看这个？吃饭吧。有的人天赋不够，他不爱学习。小野，还没有准备好吗？要不我给你请个人帮你救个场。完了，我给你请的法文翻译他在路上堵车了。没事的，谢主任，我自己就可以。是吗？这次任务可是十分的重要。您放心，我要是搞砸了，不用你开口，我自己会引咎辞职。你戴的这是什么呀？这是最新的高科技眼镜，可以实时翻译音频。翻译啊，行，我走了啊。夫人，他有个眼镜可以实时翻译，这你早该想到的。那该怎么办呀？我有办法。
我知道了，马上就去。小朋友，喜欢金鱼吗？叔叔带你玩金鱼好不好？好，走。小朋友，你看那条金鱼好不好看？哪里啊？哎，在那儿呢。在哪？甜甜，甜甜，甜甜。甜甜，尹律师，甜甜，没事吧，宝贝？关你没事，尹夏洛这次会翻译的眼睛肯定是坏了。为什么？甜甜不是你亲生的，对吧？一定是亲生才能。完了。我的翻译进掉水里了。哎，你好，我是龙宇集团的法律部主任，我姓谢，您就是一诺集团的负责人川崎先生吧？您坐，您坐。李亚哥呢？尹律师刚刚去换衣服了。换衣服换那么久，不会是临阵逃脱了吧？不能上，别硬上，尹律师真是。龙宇集团的负责人呢？怎么到现在还看不到人影？他估计是来不了了。不好意思，久等了。你下哥，翻译眼镜坏掉，居然还敢出现，我看你怎么收场！你好，我是以下哥。以下哥，你是不是在 SCI 的法律网站上发布过一篇关于女性婚姻自主的法律论文？哇，你这篇论文我拜读过很多次，每一次读到我都能感受到不同的意思。你是我的偶像。谢谢您的夸奖。我为你呢还专门学习了中文，就是为了方便我们可以探讨关于法律方面的知识。那择日不如撞日，不如我们先谈谈合同。何乐而不为呢？请。甜甜，以后妈妈不在，你不许再一个人玩水了，知道吗？如果旁边没有人的话多危险，你知不知道？知道了吗？也害你担心了。不过我想解释一下，谢主任让我去看金鱼，结果金鱼没看到就掉水里了。谢主任让你去看金鱼？嗯，没错。乖宝贝，你在这乖乖等着妈妈，妈妈有事要去处理一下。尹家哥，就算是有玉总同志，你也先敲门吧。甜甜是你推的吧？别胡说，我没有。谢主任，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但是你不能拿一个那么小的孩子去撒气。你说是我就是。你有证据吗？行，我会去查监控的。李夏哥，你是不是傻？那里是露天花园，没有监控。人家昨天才看，就是你推的他。是我推的又怎么样？你有证据吗？你承认是你了？没有证据，少在这儿跟我狗叫。给我出去！自然有条件。哎，你跟我玩儿，你还嫩了点儿。住手！放开我！放开我！玉总，都是他孩子爱玩水，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自己掉下去的。这就是你说的跟你演过激动。妈咪去找谢主。甜甜，想什么呢？叔叔，你来的真好。妈咪去找谢主任了，我怕他被欺负。你妈妈为什么找谢主任？是谢主任把我推进水里的，可是我没有证据。赵德主，汇总今天宴会上所有的视频一排查，通知人事把他开除了，全程封杀。不要啊，女总，不要啊！你不能封杀我，你要是封杀我，我的人生就完了呀！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做也会毁了别人的人生？把他带走。不能这样，玉总，求求你放了我吧，玉总。玉总，谢谢你。有我在，
不会让你跟甜甜受到半点委屈。颜真，今天群演会了。你说什么呢？我今天哪儿也没去啊。我警告你，我们现在不是可以相互谈判的关系，听懂了吗？原来甜甜不是我的亲生女儿。玉总，甜甜和小果的样本我已经放您的书房了。好的。我正愁没办法坐实关系，元真，你倒是把机会送到面前。眼下哥，你在这上班？杨帆，怎么是你啊？哎呀，叫什么杨帆呢？好歹亲戚一场，还是喊姐夫吧。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殷七七去哪儿了？最近为什么没有他的消息呢？你们不是一直在一起吗？在一起，你把他藏起来了。最近缺钱花，缺钱。我跟他最近也没有联系，别找。呀，这是你工作的地方吧？识相的话，把钱乖乖给我拿出来。你也不想让我上去闹吧？毕竟我们律师可是有脸皮的人啊。小东西，滚吧！天哪！别碰他！哎，你放开他，放开他！这才是。叔叔，别怕，叔叔来了。你谁？敢动我？是不是又告你？把他丢出去。没事吧？没事，幸亏你来得及时。遇到危险可以给我的帮忙。遇到这种事情还要麻烦老板，多不好意思啊。我不只是想当你的老板，你还不懂吗？还真是郎情妾意。孩子还小，学会乱用成。叔叔，嗯，明天学校有个亲子义卖会，你可以陪我一起去吗？竟然把我当备胎！叔叔明天有个国际会议，如果结束早了，可以过来陪你。嗯。本次义卖会旨在帮助大山里的贫困儿童建学校，希望各位家长、小朋友们打起精神来，我们来看看啊。今天的小小慈善家称号究竟花落谁家？你们一定要把这些卖出去，帮助那些小朋友。好的，那你相信。大家快乐瞧一瞧，看一看，奶奶亲手做的木雕，可以摆在家里当装饰。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吵死了！谁要买你们那些破木头？这不是破木头，这是我自己做的。都一样，一些廉价货。也不知道你们这些人是怎么混进这个幼儿园的，跟我们宝宝同一个班级啊，我都觉得晦气。真的，家长，你怎么说话的？我就这么说话的。怎么了？甜甜的木雕是他每天放学之后熬夜刻的，你不喜欢就算了，不要贬低。这不都是一些破烂玩意儿吗？大家快来看一看啊！有人趁着义卖会呀、啊，拿一些破烂玩意儿在这滥竽充数呢。大家快来看一看啊！有人趁着义卖会呀、啊，拿一些破烂玩意儿在这滥竽充数呢。天哪！诺顿幼儿园举办这么多年的义卖会，第一次见这么不值钱的东西。这对母子真心急，不舍得出钱拿这些破烂玩意儿出来找袁大同买。
妈咪，我做的目标都这么差劲吗？才没有呢，甜甜做的目标在妈咪心里就是最好。别在这上演什么保姆情戏码了，我看就你这些东西啊，一分钱也别想卖出去。大家快来看看我的，这可是清代缠枝莲纹的天秋瓶，好东西啊，我出60万。快来看看这个，这可是18世纪王妃戴过的祖母绿项链，我出80万。我出100万。瞧出来我们之间的贫富差距了吗？我承认你带来的东西很有价值，但是我们甜甜做的目标是精心刻出来，哪怕卖个5块钱10块钱，也是给贫困地区的孩子们一点帮助。帮助什么？10块钱都不够买瓶水。哎，滚出我们这些义卖会，我们根本不需要你们。哼，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我出1000万买下这个公堂。这不是龙宇集团的余总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难道这是余总的孩子吗？哎，学习越描越黑。这个目标好啊，我出1500万。这个也不错，我出2000万。这简直是天才雕刻大师啊，有一定的收藏价值，我出3000万。妈咪，他们说的是游戏币还是人民币啊？人民币啊。本次义卖会最高售卖价格是3000万，小小慈善家的得主就是我们的尹甜甜小朋友，也有请孩子和父母一起上台合影留念。爹地妈咪快来呀！走吧。爸爸妈妈靠近一点。看向前方，3、2、1，前站。夏哥这个贱人怎么到处勾引男人？太太，维修工来了。哟，李琪琪，太太，原来你在这儿呀！你怎么找到我的？太太，你认识他？下人多什么嘴，滚出去！哎呦！真是好大的威风啊！你想干什么？真是草鸡飞上枝头当凤凰了，难怪我给你发的消息你一个都不回。你想怎样？有人想跟在一起啊？没有你的日子里边，我多心柔干的。别打我！你以为你现在配得上我吗？把我放开！把东西给他给我抓走！行行行，连你们这样的贼都去哪儿？我别打了！别打了！别玩了，都是你的东西，咱们得赶紧走了。我们去哪儿呀？去你小姨家。为什么去呀？亲爹找上门了，他和玉言之碰见就完蛋了。妈咪，你在看什么呢？没看什么，我们走。玉总，你们怎么来了？那个，最近我家里有点事，你能不能帮我照顾甜甜几天，让她住你家？我知道有点冒昧，但是可以，你也一起吧。我就不用了。家里正好有孩子，可以让他们做个伴。那谢谢玉总，乖乖的啊。姐，小果，你们怎么会在这儿？我想你跟甜甜了，就过来住两天。也不知道提前说一声。都是亲姐妹，说什么？哎，甜甜呢？送朋友家住几天。哦，还不快开门，让我们进去。
谁呀、啊？夏哥，你去看一眼，我有点害怕。谁呀、啊？谢谢阿姨，这孩子真懂礼貌，不像。走吧，叔叔带你回房间。甜甜，你洗好了吗？叔叔来帮你吹头发。洗好了。甜甜，你都出汗了，怎么还裹着毯子？你不热吗？我不要，我锁骨下面有个胎记很丑，我才不要让别人看。叔叔跟你讲，胎记呢是上天给你的礼物，它怎么会丑，对吧？那好吧，我就给你看，不过你要保密哦。叔叔帮你保密。这个胎记？对呀，我生下来就有的。我家族遗传的胎记，甜甜也有，这其中一定有猫腻，我要去问清楚。你先自己待会儿。你抱啊，你抱啊，啊！我孩子没了，我老婆也没了，你说我的人生到底惨不惨啊？惨不惨？姚凡，你先冷静一下，你把刀放下。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是你才三十岁，还有挽回的余地的。挽回？你告诉我，我怎么挽回？啊？怎么挽回？我帮你。你冷静点，把刀放下。我相信我们可以和解的。我是名律师，我可以帮你。你先想想果果，你可是他的爸爸。你要是犯罪的话，他会受影响的。哦，我可以不伤害你，但是我要跟您进行两衣两。姐。你开门，我们好好聊一聊。我永远都不会再见他的。杨帆，你就是个人渣！我这是主有蒙了心，我才会嫁给你。小果也不会叫你爸爸的，他没有你这样的父亲。你说什么？我说你就是个人渣。你再不出来，把你妹妹杀了。这样好啊。仗义下课就能死掉，杨帆也能去坐牢，我坐享其成。你要杀就杀，杨帆，你不敢的，你就是个怂货。我爹，你怎么能不会开门的？好，好了，别怪我狠心，姐姐，我只是想过好日子罢了。住手！妹妹伤到哪儿？没事，你怎么过来？我问你，甜甜胎记怎么回事？所以甜甜是我的女儿，对不对？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你找我不就是想去母留子吗？告诉你真相，你把甜甜抢走了怎么办？甜甜是我们的孩子，我怎么会让她离开你呢？我要给你名分。名分？那你另一个孩子的母亲怎么办？你想让别人怎么看待甜甜？小三的孩子？我不同意。你不是小三，要不是六年前的转运来，我跟他根本不会有交集。六年前？你的意思是你六年前不小心追了两个人？没有，我自始至终只有你一个人，相信我，我叫他来过来解释。
谁在你家？我姐尹琪琪还有她的孩子，刚才还弄在前厅。琴琪是你姐姐？嗯。她冒充你是，说自己是六年前的女人。什么？姐，你开门，把话说清楚。小狗根本就不是我的孩子，为什么骗我？姐，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我会让周特助把你的罪行罗列出来交给警察，下辈子你就好好待在监狱里吧。走了，夏哥，你帮我求求情，我不能阻挠他，阻挠了果果怎么办呀？小果在你身边才会长乖。我们是亲姐妹，你看在我们一母同胞的份上，你让玉松放我一马，我求你了，姐姐。你刚刚把我置于死地，死活不肯，你还当你自己是我姐姐吗？因为我都是爸妈生的，凭什么你能当金牌律师，我就只能当你助理？凭什么你义气的男人是总裁，我老公就只是个维修工？说到底，不过是老天爷不公平罢了。我这么做有什么错？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天诛地灭。我是你姐姐，你敢打我？我后悔没有早点打醒你，你才会变得这样恶毒。我恶毒？李夏哥，如果我们命运互换，你以为你还能像现在这样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责我吗？你只会变得比我更恶毒。你别给自己找借口了，你以为所有人都像你一样丑恶？今天就算我是一个乞丐，我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我这都是为了小果，我作为一个母亲，我希望我的孩子过得好，有什么错？你骗得了别人，你还骗得了我吗？你是一个合格的母亲吗？现在来谈母爱，你不觉得你很可笑吗？是他自己不争气，怪不得我。吓死你！哎，你疯了！你疯了！来人，把他送到警局。放我！从今往后，我都在你身边。今天召开记者发布会，主要是为了公布龙宇集团总裁夫人以及继承人的身份，有请他们上台。我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的目的是想告诉全世界，我今生只许叶霞哥一人。小小年纪就放逐。